我去关个灯。我保吃吃跟茄子，然后还有个人谁来着？哎，我该开局，我记了一下谁去了右边啊，我忘记了。我能保吃吃跟茄子，我知道一定是这个人刀的。开局有两个人去了右边啊，但是刚刚还有第三个人是谁啊？在那个双卡室里面。啊，第四个人，哎，我真的忘了是谁了，白色吧？我记得好像有年糕，二选一了，我确实是忘了。哎，谁去了右边？忘记了。你们聊一下吧。你们有没有记谁去了右边开局啊？右边这个人刀的，尸体在武器室啊，挂了。我在打卡室的时候只看到过你跟茄子，就是还没有看到这个思思。然后其他时间就是按照你排的，你能保我们三个的话，那剩下的狼坑只能从刘哥还有小仙里面出了呀，好吧，过了。棒皮发言啊，棒皮开局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，棒皮开局在家里边挂机，这闯棒皮有点事情，导致棒皮在中间就是基本上一直在中间挂机，应该路过的人可以证明啊，棒皮在中间挂了很久，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，然后最后拍案的时候天是黑的，什么都看不见啊，这就是棒皮的信息，棒皮过。到我了啊！我一开始到我了。小老师学会了。我一开始往左边走了呀，然后呢，在那个扫描的地方做了个扫描任务，然后呢，紧接着就在那边挂了火机，然后就拍报警，然后我是不在右边的，好吧？然后我也看到刘哥是有在挂机。不。啊！大家怎么都在划水啊？但是我就黑色。看到有没有？我里三层外送三层的。全是白色的呀，你们怎么看得出来？我就开始吧，我右边走，我就看到年糕，里三层外三层，刷卡的，我现在刷卡。牛子，让诸葛拿个这个。绝不会要人交。过了。你要我怎么教你？手把手教你吗？手把手教你吗？我在这里祝朴老师圣诞节快乐。嘿，哎，我怎么我投票我谁都不投怎么过啊？左下角。站起来可能还没有。不行了，得关了，要他妈出事儿了，要出事儿了。哎，这后面这个杆子没电了。白嫖不是，你们不也是白嫖吗？你妈的，你们不也是白嫖吗？哎，我是在这个配件室进来的，我看妹妹可以，我刷的刘哥的机，我刷礼物，哎，半个然后我是最先到配件室的。然后我修好灯之后看到了茄子，茄子你这把一定要聊清楚啊，如果你聊不出来谁在你后面或者你看到了谁，那可能这个人就是你刀的呀，好吧，因为我过去的时候是没有鸡腿的，我第一个到配电室的，然后我修完灯，然后茄子站在我旁边，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，然后出来往右走就看到了在加汽油那个位置有刘哥的鸡腿，好吧，过了。那我至少办卡了，你们我又没有白嫖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是消费者，就是灯不是黑了吗？然后我是没有去修电的，我还是往左边走的，扫描左边左下角就是监控室的左边有个连电线，我太瘦了吗？我不太瘦呀，我最近吃了点多。然后这个时候我等了一会儿，然后过来个五秒左右吧，然后就拍报警。我这个两条线都没有，我灯太黑了。怎么？我两条线都没有。你喜欢他是吗？因为吃的比较多。你不是也喜欢吗？哦，你别乱说呀。主要是长得好看，美女单。谢蓝始皇的班还是仙女的班？到我了啊！
没有，我就知道当时黑两年高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跟着你，因为我不能刷多了，我刷多了性质就变了，知道吧？我怎么看到他鸡腿，我都没看到。真不是那，真不是，真不是小气，是真不能刷多了，性质就变了，性质就变了，不行。不是啊，小新不在上级狼坑吗？上级狼坑不两个人吗？我保了三个人啊。然后，狼坑现在只剩一个人，那人被刀了，那不是人吗？涂茄子吗？真的呀，真的呀，这随之后稍微意识一下就行了嘛，刷多了不合适，知道吧？那我就拍了。反正路已经给你们引了，兄弟们，路已经引了。你他妈又刀我！我挂机看个妹妹在那直播，你也把老子刀了，陈行长。不是啊，我黑了这个位置好。兄弟们，我顶不住了，我先溜了。OK。拜拜拜拜。OK， 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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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拜小心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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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拜茄子，拜拜各位，拜拜。我喊的人，他们应该这两个马上就来了。哎，刘奶他不来是吧？来两狼，刘奶在外面，刘奶在外面玩，来两狼，来两狼。我们六个两狼吗？要杀疯的呀！你觉得？一狼吧，好。啊，可以，那就一狼吧，一狼。啊，他没有那个符号，没有那个游戏啊，他没有 M 二是那个游戏啊，他那个游戏我就叫他玩了。我跟你们讲，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事情。当时不是那个报警出了嘛，然后我在修下面那个，然后茄子跟我是在一起进去的，但他在门口在做那个连线任务，然后我进到最里面去输密码，然后我输完密码就看到茄子没了。然后离这个鸡腿最近的人应该有一个唐一峰，好吧？你们说一下，因为唐一峰当时是往右下去的，但是，如果你们在右边没有看到过这个唐一峰的话，那唐一峰应该是砍这个茄子的人，好吧？就是你们右边有谁？然后都说一下，好吧，过了。棒皮发言啊，棒皮在右边，棒皮右边，棒皮是打了陨石之后去做的那个紧急任务，就输数字的，输完数字之后刚刚要吸那个叶子，然后就拉响了。然后这怎么有个无名氏呀？这个是谁呀？无名氏是谁呀？右边反正是没有唐一峰的啊。那听一下唐一峰发言吧，好吧。不，但是不排除成那个年糕自刀自拍呀，但还是先听发言吧，听一下 TYF。不，这些人穿喇叭灯吗？开局啊，我是往下面走的。我剑道没了吗？白城是吗？他们怎么又在刷剑道没了？然后一开始呢，我还以为是这个曹老师刀的，但结果呢是年糕在中间拍的，对吧？啊，我不理他们。晋级是第一位。仓库里做任务，我走的时候看到这个年糕站在那个马路中间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是狼的话，你在那已经死了。然后我是在往右下走，你知道我是从右边，对吧？下去的，我可能这么快就跑到上面吗？啥游戏啊？我是从下面上去看看能不能拍尸体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死人的话，可能是在输在右边。结果你居然聊我，我就很离谱，好吧？那我只能怀你知道我砍不进，对不对？我还在那个右下角拐角下游飞呀，什么游戏啊？当然没人看见我了呀。这个这是玩什么呀？可是我是。我是游戏黑洞哎，反正我是好人啊，我铁好，我是游戏黑洞哎，好吧，这把我玩这种超级烂，狼人杀嘛，而且我怕我这个电脑带不动，我这个直播电脑太烂了，太空狼人杀嘛，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你们下一次什么时候玩呀？狼人杀。如果我说我不怎么会不会很丢人？啊，我没听出这轮。那你说一下，那把这个我游戏玩的就真的很少。
我游戏玩的特别少，然后一狼人杀我基本就是我是好人。我重新开了，怎么还能开一把？好吧，就是他杀的我，赶紧投了好吗？因为就是他们骗我的呀。嗯。怎样嘛？哎，主要是可是朴老师都说话了。可是我玩的挺，其实挺菜的，玩的挺菜的。哎，那个哎，那我先去跟老马做那个了，啊？没事，不，啊，好，我先研究一下。来了，好，我去研究一下。其实我研究过了。Go， 出发。但是我还没有下。冲！我看了别人玩，我下来自己看看玩一玩。主要我那个电脑坏掉了。我现在直播这个电脑可能就比较懒，玩游戏那个电脑被我螺蛳粉那个汤一泡烧坏了。今天还可以，我的逻辑应该会好的，开心就好。来个代码。啊？他没有说过这句话吧？他没有说过这句话吧？我信了。右手啊！先木头人的半卡。对了，我抽奖。你今天能不能不要随随便便把我掰开了呀？没有随便把你掰开啊！